将来国民党变成很少数的少数党以后，是不是要学这个样子？我是奉劝国民党不要，因为这一套你们学不来，而且哦，你们照做也没有效果。但是民进党到目前为止，我认为他们执政，而且立法院过半以后啊，他们这个做法绝对不一样，他们会有另一套说辞，然后让他过，绝对美猪会进来。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